这个老婆是刚才来的，刚刚来。哦，你说第一次还是第二次？第一次啊，哦。这个是这是亲戚以后的。他在家里有戏吗？没有哎。给你看一下他去年的哈，嗯哼。去年比较不好，比较低。现在今天来看起来老婆比较亮，上次比较暗。哦，哎，你妈的老婆好像比我还要活跃哎，是吗？对呀，轮椅上才知道，啊，所以所以你，他现在还是不会讲话嘛，哈。对，所那以个你是油说脂一比。天要吃 Omega 3要吃到20 cc，然后 Omega 9要吃到50啊，一天至少要70。吃到70啊！对啊。哦，要吃这么多，我现在就吃20 cc。是有点不够。我不知道要吃到70。哎，这一份资料给你看一下，这个专门讲那个。